这样罚罚100块钱，这样罚啥？人家说罚100块钱，这个人说罚一千。那路子看马轮了，还没涨。啊，那是给你发的，就是户外，还发一双户外鞋。哦，还是发户外鞋。啊。门卫那个头，你问经营，谢总是上头经营部，就是运营部头，你还有个门卫头。门卫头是一帮女娃子做事。我女娃天天脏。也对，我女娃不是西安。正在骑马，我帮你们拍一下。到了。到了。太有才了！我骑在马背上。咱俩回去骑一骑。这是骊山，秦始皇待的地方。这是专门的马道吧？真的没电了，这不是没电，是不是照不了了？没有，赶紧把你。这我们下山了。车。弟弟，我们去哪里？我们去珠海，好吧？好，弟弟安排。最近你那个在哪起来的？是有刷单刷200万了？你过200万了吧？我要算一下，没有，没有，应该。哈哈哈，那回去仔细算一下。你那边拿了最多？没有，这不是够呗？搞得惭愧。怎么几十万？怎么很少？那单价比较低，他那个。明白了。建都